等一下，你是男人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是男人的话，就不要为难女生，来一场男跟男人的竞争。<笑>你外面停了几台车？我要跟你比赛车。新车啊？ 今天新进来准备要报废的车，哦，哎哎，你少乱碰好不好？这是我的宝贝哎，就只有这一台啊？还嫌嘞，这台已经最好的了，成员拓海 A 186， 哎，小心点啊，这台 A 186 虽然马力不强。 但山道过弯的性能却是一流，改造一下应该大有可为。好，就这一台吧。啊！你疯了！三连法夹弯弯度很高，赛车好手开着他们的赛车都会出车祸，何况你这个菜鸟开这台烂车啊！虽然它是一台烂车，但只要经过适当的改装，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。钥匙拿来，我来搞定啊！ 哎，你好，中间。我下游有一场比赛，请帮我把这台车子做最快的性能改装，帮我换上密齿比的变速箱，轮胎部分呢，我要选用15寸的铝合金钢圈，要换上最好的热熔胎，记得全部帮我打上氮气，保持加速过弯的稳定性。待会我选的避震器呢，最主要让上下阻尼能够调整，所以我要选择软硬高低可调式的。离合器的部分帮我换上进气用的碳纤维离合器，减少车子动力的损失，让车子的抓地力更强劲，转速也更快。 引擎部分再帮我换上锻造活塞和连杆，把排气系统全部抛光，还有排气管也要全部更新。再帮我换上嘶吼直喷的化油器，我要把零加速到100的速度缩短在6秒之内。我想这部车子经过这样的整体改装以后，开上就 OK 最后一个弯了，我看你怎么赢。
在急救站后。哎呦，发哥巨量马力那么大，第三弯道天体一定赢不过的啦。算啦，最后一个滑夹弯了，这个弯道最狭窄，除非小米子有翅膀，否则他在这个弯道绝对超越不了发哥。我看是没什么希望了，大家把钱准备好啊，交两倍的保护费吧。走了走了，上车了，走吧走吧，回去了回去了。哎 ，Lucky Star， 给我个幸运之吻吧。我不想看你一直骗人，你的人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。答应我一件事，如果赢了，你必须答应我从此不再说谎，别再当放羊拉琴，就算是我帮你这个忙的回报吧。如果你平安回来，我就答应你不再说谎。你这不是在骗我吧？别担心，去终点等我。幸运之神啊，虽然我这辈子的好运少得可怜，但是我可以用所有的幸运来跟你交换。请你让奇迹出现，让天启平安回来。因为我相信你，因为我知道夏碧心其实是个烂货。